欢迎开始使用跷跷板。跷跷板是让学生能够与老师和同学分享他们作业的好工具。使用跷跷板需要打开 Chromebook 并使用徽章登录，然后进入 Clifford 页面。这里将找到跷跷板图标，然后点击它。如果要使用其他设备打开跷跷板，请上网站 clifford.sfusc.edu， 然后使用 Clifford 徽章登录，或者也可以使用你的 Google 学生用户名和密码登录，也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得或是在 Parent View 中得到。接下来点击跷跷板后，首先要首次登录时选择学生账户，然后进入跷跷板。进入日记页面，在活动标签里，老师将在其中发布作业。在收件箱中有老师发送的信息。为了回应老师的活动，点击绿色的添加回应按钮。从那里可以选择回应方式，你可以用照片、绘图、视频或其他选项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请上网 familylink.sfusd.edu 点击家庭帮助连接，或者可以发电子邮件到 familylink@sfusd.edu， 也可以致电415-340-1716，谢谢。